接下来，来，接下来下一个呢，是之前已经在媒体上面公布了奖项最萌女神。那最萌女神呢，就是翁姿曼，她现在也拍戏不能前来，但是她一样帮我们录制了一段简单的 VCR， 看一下。大家的共鸣。因为我留给大家说，我才18岁哦。